炖牛排炖刚好。嗯，他妈，其实我吃喜欢吃近一点的。骨头。嗯，那就心疼一个了，咋心疼的？哎呦呦，好，起床，好好好，起。来，哎呦呦呦呦，啊，好好好好好。看我们这一大家子吃菜特别厉害，已经吃了一会儿了。这个大白菜国民神器嘛，鸡蛋啦，土豆丝啦，然后新疆特色啥呢，就是奶茶，萝卜糕，嗯，萝卜糕早餐，小咸菜嘛，我们这边早餐吃咸菜吃的稍微少一点，没那么多。好好的吃个早餐吧。这白菜真正的冬吃白菜不知道，越吃越香。前面还是用盘子，现在用盆了，开始。家里的煤炭不多了，周围情况都是一样，都在拉柴火。但是我今天从邻居家借了个锯子，手锯咋说呢，不太好用，因为这个中间钉子多得很，一锯到钉子它就容易卡，所以还是有点危险。老爷子他们干。三叔有感情。哎呦，那个背上了吗，金鹏？你看镜头就开始背。春水深，不是门中锯剑一毛轻，向来枉费推一练。然后此日中流自在，行行行行行，背得开啊，马金鹏，啊，马金鹏，今天是不美好的，不美好的一天。我妈把桌子好葡萄，我妈把这桌子拉到中间了。今天这是，啊马什么阵仗？煮肉吗？做抓饭吧。做抓饭？别吃饭。抓饭吧，牛排抓饭吧。就是早中间吃。哎呦，早饭还没吃完，一开始商量中午吃啥的事情。哎呀，天天在家没事干嘛，就吃嘛，看着吃吃啊，来就是吃。冬冬，霍海东，哎呦哎呦哎呦，老霍，哎，老霍，看看今天的食材哦，牛排，院子里的冻辣椒，还有我妈的脏抹布，还有胡萝卜。我妈还专门说呢，把抹布拿远点。朋友们，我们都是老百姓，对不对？锅上用的东西容易沾油，沾这些东西正常。我们家还没奢侈到用一次就扔那种地步，所以不要见啥都说，都是老百姓出身嘛，对不对？我妈还说你把那抹布拿远点，让人家看到了害怕。妈，不要在意那么多人，知道吧？你看这菜刚从园子里，多好呀，菠菜。我姐从地里面，这么冷的天，这是香菜，底下是菠菜。香菜、菠菜，能剪出来一点是一点。拌的这个宽缝是吧？啊，就是它粉，反正是粉条嘛，好吧。火一点着，离饭就不远了。开始喽！你们干去了，苏尔东？去猫去了。去猫去，商店去了。爷爷好不好，苏尔东？爷爷好不好？好。好。阿东不好，阿东不好。你脸长的。马金鹏好。马金鹏好，你脸长的还马金鹏好。开始炒了，我妈一般把花椒、生姜、皮子放进去，把那香味给它炸出来。油炸干之后，这东西就不要了。真香呀，把肉炒至这样金黄色，里面的水分炒干了之后，咱们放胡萝卜倒进去继续炒，然后把胡萝卜和肉的香味再炒出来，一层一层递进的。这个香味炒出来之后，倒点开水，把开水倒进去，然后呢让胡萝卜和牛排的香味融入到汤里，多熬一会儿，把汤的香味熬进去之后，我妈放两个冰糖，然后把米放进去，然后汤的香味进入大米，这一步一步，最后一步就差不多了，就等出锅了。嗯，香气铺满院儿。发饭上锅了。嗯，介绍今日午餐啊，妈妈的凉拌大拉皮儿，其实是宽缝啊，但是很好吃，萝卜干抓饭，萝卜干这是，满满一大盘子肉呀。香，香吗？跟马宁啃的。我就说了，这个八饭里面肉是最好吃的。嗯，咋样，马奶？嗯，妈妈，黄萝卜少不少？啊？对啊。压压油，
你转运多40多天了、哦、本来是说今天的还回不去了。其实像我们的话，我已经过习惯这样了，你们在一块咱们热闹这个，你真突然一走的话，还真是心里的还那个啥东西呢啊。这主要开始都长大了，而且孙二东这段时间你看成熟了也长大了，你看啊，这段时间和爷爷的感情是最好的了，是吧？嗯，爷爷好不好？好吗？嗯，好。大拇指，大拇指。好，好吧，今天就简单吃一个牛排抓饭啊、哦，满满一大盘。一个拉皮儿，凉菜一吃，就是完美的一天啊！好好，马景鹏结尾不完美，好。